所有的赛事完成之后哦，才能够进一步的确立。目前呢，前两局打完之后，双方比数是0-0。这个半局是王国荣，王国荣这个球呢打了一个高飞球，在左半边，游击手退后来接。哎呦，最后这个球哇，这个等了这么久，是遭到了游击手退后的接杀，形成了一出局。